和他比差太多了，仔细看，速度太快。 斩妖台，刀砍斧剁，枪刺剑窟，毫发无伤。如今，那就用自己换了你来。哼，那我试试，他如何不同？ 天地不仁，天命不公，一路走来，看明白了吗？终究不是他。
万里，见山河。
今日替他，后人。 Thank you.
命！一气！一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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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斩妖台，刀砍斧剁，枪刺剑出，毫发无伤。如今，那就用自己换了你来。哼，让我试试。啊！何不从？人心一念，天地皆知。天地不仁，天命不光。看明白了吗？下手，请长空万里，剑山河。
个。这般身满，那天命还休。
如今那就用自己换了你来。哼，让我试试。他何不同，他们四个终究是名不符天命。一气人心一念，天地皆知。穿云飞死天星，天地不仁，天命不仁，一路
尽兴，不如随我先回天上大醉三天，再大战300回合。
果真是个好猴子，既然帮你，便帮到底吧。
我听见人讲说，这妖精应有千倍，我老孙比那王位还高千倍，他敬之如父母，视之如神明。你怎么说出唯独啊？往如来方便，把松箍咒念一念，退下这个金箍，交还如来，放我还俗去吧。大肆圣旨，往怪我看那贪赃枉法之官，当何罪？神经都惊了。那怪说有些认得我，想必不是凡间的怪，多是天上来的精。好好，大家散伙。睁开你的口眼，这就摘下来给你看。我前众兄弟一路侍你，就是为了这一刻。难以忍候，直到今日，我才明白，一时明锁不住他，一道孤困不住他，以肉身之死换一年永续。但愿你不会辜负的，我心结已解，你的路才刚开始。若他能从那幅画中出来，这天命又该作何说法？我不过是个卖卦之人，卦象如何，天命便如何。未来之所以是未来，在于未定，未定之事，天也难算。天命即因果，前因既定，谁也逃不脱后果。我算不出来，无非前因知道的还不够多。哎，这世上竟有先生算不出来的事情。好事，好事。